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十月二八，旧历的九月二六，礼拜一。台中一个十八岁少年呢，无驾照开车弄死人，绕跑走三公里，弄到电箱房逮捕。伊讲，伊唔知影弄到人才会走。检警在伊的身躯找到可疑的物品，怀疑伊食毒开车，已经予法院甲收押。啊，予伊弄死的是一个七十二岁退休的公务人员，平常时拢是甲太太做伙来散步。当天因为太太有代志，伊家己出门，想袂到才出去十分钟，就拄到事件。十八岁姓白查甫驾驶无驾照赛车，弄死行伫咧路的无辜民众。伊刚弄到了后头草，赛三公里弄到路边电箱才停下来，叫警察逮捕。后来，叫伊弄死的查甫民众，枕头啊附近的居民拢唔知是啥。直到检警透过手门比对，确认伊是七十二岁姓叶的阿伯，伊就住伫咧车祸现场附近。两夫妻从我里面弄散步得到。那个我们铁路高架每天都在运动。当地里长讲，邱龙是姓叶的阿伯，捌伫咧高雄市府含中华美学馆做，是退休的公务人员，太太是退休的老师，两个翁仔某拢会同齐出门散步。苏慧讲，因太太有代志，才无做伙出门，那因大家拢会经过脱离公庙，敢是去卖翕照。姓叶的查甫人家己一个人行去庙里拜拜，行出去无偌久，也就是出门超十分钟，就邱姓白驾驶赛车龙。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有没有跟司机道歉啊？无驾照赛车弄死人，姓白驾驶，隔壁拢讲伊较爱耍，高中毕业就无阁继续读书。那了代志拢是妈妈伫咧斗收钱，还那是妈妈伫咧做殡葬业，因为父亲正是机关，所以正常关系真歹。捌做过殡葬顾问，后来含殡仪馆长咧冤家，就互叫东西食家己，妈妈出来选过里长，毋过无选调。姓白驾驶告案了后讲，毋知影弄着人，叫是弄着暗坑才无停车。检警调查，伊弄着人。地点含伊所讲的，就是弄到暗坑的所在，两规是差不多一百多公尺。犯邪道，我跟你讲，他绝对有在邪道。我靠，连庆丰他还没进入市场，我看就是了，啊，就是可以在海边捞。伊是姓白驾驶国中的学弟，讲捌伫咧朋友的现实动态，看过姓白驾驶伫咧树送死烟弹，检警怀疑姓白驾驶赛车时敢若食毒，亦可能涉及施用毒品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，因而致人于死。台中地检伫咧叶先生找到科技物件，所以怀疑是有食毒赛车，认定伊涉嫌弄人逃走。过失致死、搁有食毒赛车致死，含无确定超工失勤等等罪嫌。申请羁押，马温准给押起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闻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